我觉得做一个加特林机关枪就很不错啊，有很多同学让我做这个榴弹炮，这个东西我们之前是做过的，它的范围伤害很大，但是实用性并不是很强。综合来看呢，肯定是这个加特林机关枪更强一点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弹容量已经达到了1000发，打僵尸肯定特别过瘾啊。不过我好像听到了很多僵尸的声音啊，但是它好像还没有出来。那我们就整理一下背包，准备下，哎，掉水里边了。哦，这个僵尸在这边。我们用黑曜石把这个通道挡起来吧，然后呢，我们去整理一下背包，准备下矿挖一些材料啊。做枪需要很多的矿物，我们现在家里边的储备已经不是很多了。好像又有僵尸上来了，兄弟们，我听到了声音啊，挖方块的声音。哎，这边，哎，哎呦，不行呀，兄弟们，我们家下边的僵尸实在是太多了，不到1分钟就会出现好几只。要不然我们先把这个地板换一下吧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换了地板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边安心的做枪了。我们先把所有的流沙还有所有的岩浆全部都收起来，然后呢，我把所有的地板都换成这个透明的玻璃，强化玻璃，这个僵尸应该是挖不掉的。不仅僵尸挖不掉，我还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下边僵尸的情况。哎，我觉得这样就很不错。哎，这个僵尸是从哪儿挖上来的呀，兄弟们？为什么我看不到洞口？这边没有呀。不管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要干了，要把所有的地板全部都换成强化玻璃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一过程应该需要浪费很多时间，所以下边的过程我们尽可能就给大家跳过了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好像看到这个洞口了，这边有一个矿洞啊，怪不得僵尸会挖上来的。哎，好了，兄弟们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换玻璃。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换了玻璃之后，下边有多少僵尸，我们看得一清二楚。这边就有个僵尸啊，但是他上不来。这个玻璃我们大概换了6天的时间，我们现在的生存时间已经来到了第60天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赶紧搞武器了。本来南瓜是准备继续把这个泥土垫上去的，但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僵尸的情况，我觉得这样也行吧。虽然说有点难受啊，但是像这些工作台还有箱子什么的，我们都是可以够得到的啊。先就这样吧。我们现在家里边这些矿物是不够做枪的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下矿，还要挖些火药，因为我们现在的子弹已经不是很多了。但是我们这一次下矿呢，我们要去另一个矿洞，不能在我们家里边挖矿洞了啊，要不然等待90天之后，下边就是一个天然的刷怪场。虽然说建造这个庇护所浪费了很长时间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庇护所肯定是一个无敌的状态啊，谁都进不去。有了牢固的庇护所之后，我们才能继续打造更多的武器。好的，兄弟们，这边发现了矿洞啊，那好，我们就从这边开始挖矿。不管是煤炭还是啊，除了铁矿，所有的矿物我们都需要啊。我们现在的子弹已经所剩无几了啊，如果不是特别紧急的情况，我们还是用剑吧，用剑也是可以很轻松的解决这个僵尸的啊。不过我们这一次下矿没有带食物啊，所以我们将就着吃一下这个腐肉吧。没有办法啊，兄弟们，已经弹尽粮绝。我好像被炸了，兄弟们，什么情况？难道是隐形僵尸吗？哎呦，兄弟们，有点慌啊！隐形僵尸是真的慌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在矿洞里边挖矿，然后有一个僵尸偷摸着跟在你身后，而且你还不能发现它。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，这个音效，哇，好恐怖！我感觉好像是有什么怪兽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有点慌啊，兄弟们，没有什么隐形僵尸吧？现在外边好像还打雷下雨了，这个氛围是真的有点恐怖。可以啊，兄弟们，我们这一次下矿的收获还是很不错的，挖到了很多的铜。然后现在我们刚好到了一个出口啊，我们可以从这边垫出去，然后回我们的家里边做。哎，有僵尸下来了，等会儿回我们家里边做加特林啊，来把他们干掉。哎，好像有隐形僵尸，刚才打了2枪空气，但是好像打到了东西。哎，没子弹了，完了，一颗子弹都没有了。我们好像出不去啊，现在刚好是晚上，完了，这个入口的僵尸我觉得会越来越多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兄弟们，打不过，撤了啊。我们先找一个地方看一下能不能猥琐一下，躲在一个矿洞里边，我们先不出去，等天亮之后我们再出去。哎，好，兄弟们，这边是一个死胡同啊，我们把这边挡起来。我不知道现在僵尸的感应能力强不强，能不能发现我。我希望我们可以在这里躲一晚，然后明天我们就回家。我们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一颗子弹了，挖一个石头把这边挡一下。等会等会等会，完了，来了，来了吗？我听到了声音。哎，我有点慌，兄弟们，我不想玩了。哎，亮光了，来了。没事没事，兄弟们，不要慌啊，不要慌，我们还有一个锋利三的大宝剑，来吧，我不怕你，干他们，兄弟们。哎，这边来水了，我们从这边游上去啊。哎哎，好难受，快快快，游游游游上去。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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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让一个道，求你了，我要上去，快快快快快，兄弟们，把这边挖开，应该可以上去啊。来来来，哎呦，好烦，等等，
哇，我上来了，但是上边全部都是僵尸啊，我上不去了，完了。哎，他挡起来了，哎，快跑快跑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跑出去啊，快溜。还好没有 TNT 僵尸啊，兄弟们，如果有 TNT 僵尸，我觉得我小命不保。我们看一下从哪边可以出去，我想回家，我的庇护所，我好想念他。看一下这边，这边也是一个死胡同，从哪边走？我怕碰到僵尸，没有吧？哎，哇，全套钻石装备，100滴血，哎，还有很多小僵尸， 这什么情况？哎，快快快，能不能干掉他们？哎，还好我们有保护四的全套保护四的装备啊，要不然我就没了。哎呦，没有枪是真的难受呀，兄弟们，这小僵尸也烦得很。我们后边是一个死胡同啊，我们出不去，只能和他们拼了，1滴血半滴。啊，没了，兄弟们，太难了，兄弟们，现在的僵尸真的是太强了。现在哦，还好啊，天亮了，我们下去把矿烧一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打造我们的加特林。没有枪是真的不行啊。那好，兄弟们，我们下边制作枪械的材料啊，像这些矿物什么的，我们尽可能的把它准备好，然后明天啊，不对，下一期啊，我们直接把这个东西做好。那好，兄弟们，我们这期视频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